耶耶耶耶耶 ，Funky Night 耶！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继续来玩一下我们的周五放课夜哦。那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消息，好不好？你们消息都世界无敌灵通的，好不好？那这边谁这边介绍了，就是我们这边小丑的完整版更新之后的话呢，今天马上就来挑战一下啦。那听说这一次的话，因为我们之前玩过嘛，玩过两个版本的小丑，那两个版本的小丑的话，好像都是未完整版哦。那这一次是完全版本的这个小丑的模组。那听说好像里面有一首最新的歌，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哦。那感觉很嗨哦，来来来来来，哦，这边是靠，然后哎，感觉好像很帅哎，做得很帅哎，真的。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来玩一下哦。这边有靠跟 free play， 然后我们一样玩 hard 模式哦。这边应该是选择 hard 模式吧，低伏口这个东西。应该是 hard 模式 ，OK， 那就直接 go go 了。那应该我有，靠，直接被这个吓死。他居然有这个大嘴巴，哎，哇，他这次好像变得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了啊、哦！来来来了，哦，这应该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对，一开始的那个，可以哦，来啦。这次的话真的。普遍是还蛮酷炫、蛮好玩的啊、哦，但是也是蛮难的啊、哦。来，第一首歌，应该是一样的啊、哦。来来来来来，小丑，一勾一勾，嘎嘎嘎嘎嘎嘎。这首歌蛮嗨的，说真的、哦。滴滴滴，哦，他那个连音蛮暗的。好，没问题。第二首歌的话，新的东西，新的东西，谁？小丑，哦，他是被这个打到，所以他才发狂了，是不是？因为他的面具没了。真的，不爽了，不爽了，来了，来了，来了，不是啊。又不是我打你，那么凶干嘛？来了！哎，冤有头债有主哦，又不是我们用的，奇怪哎，为什么是我们要受害？他刚是不是气了一身？呀呀！
每天听这个，每天听他唱歌都觉得很有趣。呀呀！我真的佩服因为我听到好像蛮多观众朋友他们都是用单手玩的，你知道吗？你们单手可以打这个，我真的觉得你们超强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只能用双手打这个单手打我会挂得很惨。来了，好像接下来就是更新的东西咯。 You do not kill a girl， 好可怜哦。Cow kills you。这跟之前一样，然后他之前好像就是会有那个，就是还没结束的，就是还未完成的一个警讯，然后现在好像是完成版的，是不是？会怎样？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他是叫我们看上面。哦，他不是跟我们比赛，他是跟我们比看上面。哦，那大牙齿就是小丑的牙齿啊！哇塞，哇塞，不是啊，干我们什么事啊？又不是我们害你的啊！那个开枪的那个人嘞，啊，奇怪嘞，莫名其妙。后面有人拿刀子，那个应该就是开枪的那个。我靠，好大只哦，好恐怖、哦。他是比中指，哇，超像大魔王的。我跟你讲，这一直在骗人，好不好？不可能，你不可能长这个样子，你不要骗人。给大家听音乐啊。还有黑色箭头不是干不是那黑色箭头不能按了你会爆好是吗？我们要躲开黑色箭头，不然它会爆炸。什么东西鬼啊？真的很贱好贱哦。躲开黑色箭头，他专门克制那种会乱按的人，你知道吗？超级车的，这个设计也很不错啊。来够没？来够没？那个箭头啊！那箭头很坏他对我们这种就是很依赖那个箭头的人都就是很坏心，你知道吗？还行还行。再看一下，哇，这个好玩，这个好玩。
闪黑箭头。爆到一个，好扯，要来多少个黑箭头啦？哎，他很坏心眼呢。哦，而且他自己按都没事哎，怎么这么坏？超痛的、啊、我大意了，我刚刚休息了一下啊啊啊啊，没了吧。呜，哎，这好玩，但是真的如果初见的话还蛮困难的，哎、欸，我现在只有打到 C 而已啊，哎、欸，看他最后会怎么样，拳头掉下来了 ，My job， 不是，这人是谁啊？这不会是我们的朋友吧？哎、欸，没子啊，狙击，哎呀，哈哈。傻眼！你有点太强了吧？哎！哎，怎么了？怎么了？有超 OP 耶、欸！天哪、啊，发生什么事了？哎、欸，死了！哈哈哈！哎，等一下，哎、欸，他好像还有后面的东西哦。哎、欸，那是谁？他不会又再错出第二只大魔王了吧？哎、欸，好帅哦！这魔族很不错哎、欸，说真的。然后小丑好像又被找回来，是不是？啊，哎、欸，这魔族好强，好帅哦！而且，有没有发现他就是每一个人在这边，他那个模式都不太一样，哎，好猛哦，这个，哇！而且他那个黑箭头真的很好玩，那个
一开始，因为我们这种太常去看那个箭头人，很容易就是反射神经去按到他了。那个这个真的好玩，好不好？好险我们昨天有玩过那个，就是莫名其妙的台湾人的模组，这个也是超级无敌好玩的，超级推荐给大家。连王者的话，这边会放在下面的连结哦。那欢迎各位继续提供更好玩、更有趣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模组啊，或是一些有趣有组，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各位分享一下喽。那么今天就先放课到这边啦，我是视频来见喽，大家拜拜啦。